张学友日前暌违四年举办个人演唱会，首场在澳门开唱，信众多粉丝到场支持，其中一个片段就在网上引起热烈讨论。只见61岁他在演唱会上大方拿自己年龄开玩笑，还为了证明现在状态不输年轻时候，立刻在台上做出一字马劈腿，超级柔软的筋骨，就让歌迷惊呼声连连。网友看到后也直呼：“这是61岁的体能吗？真的太强了，这灵活度太夸张。哥真的61岁吗？怎么我16岁都还不如他，宝刀未老啊！”